谢安琪一连四场的演唱会这日在红馆正式举行，不少圈中人好像江若琳和老公 Oscar、 Rubber Band 的六号和太太还有林海峰等等都有来捧场。这次是阿 K 加盟麦浚龙公司之后的第一个红馆演唱会，三面台的设计就加入了大量的视觉效果，而阿 K 还一早就预告演唱会会反传统，以音乐剧的形式演出，和以往的红馆演唱会完全不同啊。一开场穿着白色长裙的阿 K 就唱出浚龙的歌，为演唱会揭开序幕，之后又唱了《喜帖街》和《钟无艳》等几首首本名曲。去到演唱会中段，现场还播出古天乐化身财经主播讲财经的片段，令到在场的观众都好惊喜啊。